这个啊，这是您收藏的啊，这是红色收藏啊，这个呢属于也属于文物的一个范畴。古玩是老文物呢，没有年代界限。这是一个红色收藏啊，这个这类的东西呢主要看它的印数啊。什么叫印数啊？就是说它的发行量啊，有价值啊，当然有价值了，当然价值啊，这个价钱就非常有价值，才几毛钱一本，对吧？有价值。这个东西我劝您再把第四卷再这个在这里10块钱看一次啊，2万多了，你听我讲啊，这个写实，这个别人为什么作品这个四卷在书摊上再给他买到，或是在那个微微台上面买一个凑齐了收藏，很容易买，让孩子在微微台上可以弄，可以收啊，可以收到，好吧？大概是多少钱？一套啊，这个一套价钱几百块啊？对，哎，您别那么弄，等会儿。我们这次来一张票好了，再买一张吧。